有个 S S 是什么牌？超人牌 ，Super Super Me。是 Super Me 吗 ？Super Me 我知道，那个美那个好像是潮牌对吧 ？Super Me， 嗯。灵木长的 Super Me 你们懂的，嗯。Super Me， 超级。你并不是很理想。Super me，Super me， 我听着想笑。齐老师英语并不是很理想，哎呦，被躲了，被秀了，被暴打。我也全打到一个。你的自由会来的。吼吼吼吼！全都得死！我在干嘛？发疯！德拉斯居然把他杀了！日文有点相反，他想越我塔，后来 A 了一下发现越不掉，离草丛远一点。好惨的，我走。他很着急，是，他很着急。他没挡到我，我去！要死了，这局愈合。哦，我操！被白打两下，好伤。三下，我操！我要死了。求你了，还是杀了，杀得好就赢。这犯的失误好严重，犯大了。他买这个位很拖他的装备，下一波他有大招，有顶火，但他没闪现，没有闪现，下波他肯定会。跟我拼命的八分二十四的就是
省吃俭用还在吗？你说那个号吗？在了，六分三十一。我的痛苦，我将让它绽放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越不往前走。这也要小心剑圣，我剑圣在上，那就不能吃了。他等打野，他打野不来。他肯定要吃果子去。450这么少啊，我操，我还以为说死了这波很亏，原来只有450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原来只有450啊，我操，那很舒服啊，只有450，开心的，原来只有450，我操，好爽，300换450，他是300吗？还是200多？哎，反正都赚，这个兵线还是过来的，经验多无所谓，他值钱了，你要这样想，你要这样子想，而且那个兵线你看，对吧？他很多补不到的，那41刀55刀，等下那差距就会那个，赏金没刷新，买了一个战锤，哇、哦，真是爆打。他在干嘛呢？另外雪儿上来打我，你要秒杀我吗？您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看到没有？嗯，太着急了。哎呦，还是打到我。我想让这些凡人变得和我一样。没事没事。拿了人头给吃下。我帮他勾引了，武器不来我交闪。我直接拉开，哎呦，可惜，只能是这样。我操的，我看到武器过来了。可惜要把他帮他杀剑圣，他可能会多一点血。你要贪我就帮你省，不用的。他来了我也可以走。我是人力，我是魔幻，我是魔幻。我死了就死了，没事。日文去哪儿？
我要约他场。这瑞文还真挺会钻内圈的，他这左摇右晃搞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打。我怕等一下交技能太果断被他杀。现在都出黑切吗？黑切伤害高哟，能削甲，而且稳定。他主要是 CD 快 ，CD 快。主要是 CD 快，打日文出星虫不推荐，血量太低了。你伤害高，但你血量低啊，你没有那个容错。当你被他拉扯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应对。哟，这么会、啊！我操，这人操作还蛮好。点火，被杀掉了。六百五。他很会打阵，我觉得。他可能打的比较急。我操，这一直伤害真，这一直等级这么高。Ace， 这还团灭了。下路一杠五，三杠五，二一，这把好赢吗？打的是什么分段？白金钻石哦。这局人他就会一直干。直到我成为邪魔之神。又是剑圣，我觉得剑圣加入一只还有娜美，我操，这娜美给他套一个那个 buff， 他上来砍两刀，直接三分之二就没了，很痛。我并不想与你为敌，我是要与世界为敌。不过他应该还没神化，没那么快。那神化装备要过一会儿。这是他一直都是。没有其他的路。贪欲主要是伤害很高，但是好脆呀。他怎么买了一个3400的装备？他买可血就好了。人家叠两个上的胡萝卜，这胡萝卜是什么？还有烧鱼。握杆今晚没上镜，他上了。你看的时候没看到你。
则是我给华云认的一击击斩用。我牛，我操，好配合跟这武器。这瑞兹好勇啊，这瑞兹啊，他刚才居然敢来留我队友，我直接从那墙这边一 W 过来练住他就直接死掉了，我伤害很高了。等一下，这队友应该要出来。不知道这波有没有大，他好像是有大的。我看看这伤害，伤害准备。感觉有人来了，我快走快走快走，900块完赚啊！慢下。侠刚才应该回头输出，然后的泰坦直接 Q R 或者 R Q 都行，不应该虚的。这把好像要破镜子。我打呀，我操，得破镜子了，这把真的破镜子了。这把得破镜子了。6，我还要打一千次。才550啊，挺少的啊，1000，有点多了，1000呐，我还以为他妈550这么多，换个不小心武器续大灭。
需要来个不假心。我还以为是550，我操，1000块，这有点多。破阵者做完再做个布甲，170多的布甲应该是，这个20，有土龙魂吗？我操，直接打大了。他现在来不及，打得挺快的。哇，牛！像牛逼！牛的！187，我操，这把靠的武器反正其实我并没有什么，没靠的武器。一波不了，亚波不了，他们复活了。第一次欠我夸打野，那你可能是每天没在我看我直播。吵架了，兄弟！哎呀，16个人头！哎呀，钻粉没了呢！哎呀，钻粉没了呢！拿下兄弟们，大点个关注！武器把大龙抢了，对，这不是我干，这打野，这大黑耗子，没有关注点。